草只是需要通草的细胞来吸收颜色，来固定颜色。所以呢，通草的细胞如果它在干燥的时候呢，它是要吸收水分，它需要有个过程。那它这个丰富的色彩以及它不褪色的这个原理呢，其实很得益这张纸它特别的材质。通草画它最主要是一个记录广州风土人情、风土风物的一个作品。相对于更多的外销画来说，通草画它记录民生、市井生活是比较全面的、多样的。